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最公正客观的法律节目，我是主播视网膜。民国103年九月，台湾自由地区嘉义县一名19岁的大学生阿凯，在骑摩托车的时候，不慎撞倒了骑自行车的妇人李玉娇。可恶的是，撞倒人的他竟然一溜烟跑走，把全身多处擦伤的玉娇独自留在现场。这种罔顾人命的行为，实在令人发指。还好天理昭昭，我大中华民国优秀的执法人员很快就抓到了阿凯，并且判他肇事逃逸有罪。让我们一起来给优秀的执法人员一个掌声。不过如果你以为这就是故事的终点，那就太天真了。这位礼教崩坏、心中没有是非的阿凯，竟然认为判决对他不公平。他主张自己并没有肇事逃逸，所以决定要申请释宪。哇，难道现在只要脸皮够厚的人都可以申请释宪呢？这桩看似平凡的车祸背后，难道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秘辛吗？各位观众，让我们先耐住性子，发挥键盘柯南捕风捉影的精神，一起来听听当事人玉娇阿姨的说法。大家好，我是李玉娇，你们叫我玉娇阿姨就好了啦。那天我是骑脚踏车去买菜的时候，被那个大学生撞到我整个人跌到地上。哎呦，还好神明保佑，我只有手啊脚啊有一点擦伤。那个大学生那时候是有下车来扶我啦，也有问我哪里受伤，但是我一说要叫警察来处理，他就说他有急事，没办法等警察来，连电话也没留就咻骑机车走了。哦，我那时候是真的很生气耶，想说这个年轻人也太不负责任了，万一我是内伤还是脑震荡，回家以后才出事，我是要去哪里找人负责啊？还好警察大人最后用监视器找到他，嘿嘿，他也算不错啦，愿意赔偿我医药费。年轻人嘛，我们当长辈的不用跟他太计较，反正我也只是小伤，所以最后我就跟他和解啦。哦，只是吼，我也没有想到，检察官说他肇事逃逸是公诉罪，就算我想跟他和解，他还是会被起诉。唉，法律这样严格一点也好啦。今天吼，我是幸运，只有一点擦伤，要是我当场昏迷，那个大学生把我丢在路上就跑掉，搞不好我会延误就医死翘翘耶。希望那个年轻人可以汲取教训，以后撞到人啊，真的不能随随便便不负责任就跑掉啦。玉娇阿姨真的是宽宏大量，她不但大方原谅撞伤她的阿凯，跟她和解，还希望她可以汲取教训，以后不要犯错，这不正是以德报怨的最高表现吗？让我们一起来向玉娇阿姨呈上最高的敬意。而根据玉娇阿姨的说法，阿凯在撞到人之后没有带受伤的阿姨去医院做检查，甚至一听到要报案就一溜烟的跑走，连电话都没有留。哎哎，这不是肇事逃逸，什么才是肇事逃逸啊？也难怪网友纷纷留言谴责阿凯，说留在现场处理事故是很难，你啊肇逃就跟酒驾一样垃圾啦，肇逃仔就自私啦。法官最后也秉公处理，判阿凯1年的有期徒刑。都这么罪证确凿了，阿凯居然还是认为自己是被冤枉的，他执意要申请释宪，要大法官帮他伸冤。阿凯呀，阿凯啊，你这样子对得起那个宽容原谅你，只希望你改过向善的玉娇阿姨吗？哦，现在年轻人到底脑子里都在想什么啊？怎么会这么自我中心呢？就让我们一起蹲下来，苦民所苦，敲敲阿凯的心门，听听看阿凯要怎么辩解。我真的不是肇逃仔，我是有撞到人没错，但那是因为玉娇阿姨逆向，我左转的时候没有看到她，才会不小心撞到。而且我一发现撞到人，我就马上下车扶她了啊，也有关心她有没有受伤，是她自己说没事，我看她走路和讲话也很正常，才想说应该不用特别送她去医院。他后来说什么，我一听到要叫警察就立刻骑车逃走，这我也很无言哎。我明明就跟他说我打工要迟到了，没空等警察来，而且是他逆向又不是我逆向，叫警察来对他也不一定比较好啊，反正他也只是小伤，
真的有必要叫警察吗？最让我不爽的是，明明我跟玉娇阿姨都和解了，我也答应会赔偿她医药费，都做到这样了，为什么法院最后还是要判我肇逃？明明车祸又不是我违规造成的，玉娇阿姨也只是小伤，因为这样我就要坐牢被关一年，你觉得这样合理吗？我才19岁，我的未来会不会因为这样就毁了？搞了半天，原来会出车祸是因为玉娇阿姨逆向骑车啊！我就知道事情没有那么单纯嘛，毕竟我们可是最公正客观的节目，才不会轻易被这个玉娇阿姨的一面之词给带风向嘞。是吗？从刚刚这个阿凯的说明里头呢，我们也可以发现，这起车祸呢，不但不是阿凯的错，也没有造成严重的伤势。虽然阿凯没有等警察来就擅自离开，但是就因此被认定肇事逃逸，判刑一年。哎，这处罚是不是有点过头了呢？案件走到这边，想请各位观众朋友先思考：如果你是接受阿凯释宪案的大法官，那你会怎么判呢？是认为肇事逃逸很可能因为没有及时救护造成重大伤亡，所以即使车祸再小，阿凯没有第一时间报警或送玉娇阿姨去医院，就是肇事逃逸应该重罚？还是觉得阿凯有下车关心，确认玉娇阿姨没有重大伤势之后才离开，这样子不算肇事逃逸，法院刑罚过重呢？你的心中有答案了吗？对于这个案子，大法官又是怎么想的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他们的说法。先来说结论哦，我们大法官会议讨论后，认为现在处罚肇事逃逸的条文，刑法第185条，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伤而逃逸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确实违宪。那怎么说呢？首先哦，这个条文里说的肇事，指的是驾驶人故意或者有过失导致车祸的情况。但是如果像阿凯这样，驾驶人完全没有过失的车祸，那到底算不算肇事？这个条文里却没有说得很清楚。一般来说，如果是遇到自己没有过错的车祸，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没有肇事，不是这个事故的凶手啊，当然也就不会觉得离开车祸现场叫做肇事逃逸。法律没有说明清楚这样的状况要怎么处理，就是违宪。再来，当初会有这个法，是希望驾驶人在肇事后不要心存侥幸逃跑，延误车祸被害人就医存活的机会，所以才会设下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么重的刑罚。啊，但是实际上，肇事逃逸的犯罪情节轻重有很大的差异。像阿凯这样撞到人后有下车查看，被害人也没有立即的生命危险，只是轻微受伤，还是一律以1年以上有期徒刑来处罚，显然过于严苛，不符合比例原则。所以我们认为，针对肇事逃逸法律条文违宪的部分，相关机关应该重新通盘检讨。至于阿凯的案件，也应该减刑或者免除他的刑罚。订阅小铃铛。哦，原来问题是出在肇事这两个字啊。在刚刚那一项大法官解释之后，我大中华民国有关肇事逃逸的法律也在民国110年的5月进行修正。新的条文除了针对车祸情节轻重定不同的处罚，也将肇事这个用语改为发生交通事故。我知道你的心里现在在想什么，你一定是在想说啊，改了一个用语，从2个字改成6个字，安内有差哦。各位观众朋友，这就是法律名词博大精深的地方。就像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总共也才只差了3个字嘛，那这差几个字，差异可大了。所以这个名词一改，代表未来只要发生车祸，不管是不是你的过错，你都应该要留在原地协助伤者就医，或者是报警厘清责任。不要以为没有人受伤就跑走，或者是你好意不想计较就不报警。以上这些行为都有可能会触犯发生交通事故逃逸的罪。至于这样的修法到底能不能够确保当事人在车祸发生之后就留在现场，并且积极救护受伤的人，在法界也是引起了相当多的讨论。
但是节目时间有限，我看各位也都没有什么求知欲，所以我就不多说了。对于肇事逃逸，你有没有什么相同或是不同的想法？也欢迎您留言来告诉我们。